这是冰冻歌手，啊，这出生的这啊吼是这几个啦。我伫这熟悉到一个家庭，因家生四个查某囝呢。啊，迄个上细汉的吼，唔呐大心，佮非常的大方。伊做人吼，就亲像一个李丢五嘛同款，因庄下来，大家人伊拢熟悉啦。啊，唔知因到今年这啊敢收了啊？无咱再来去看卖下，行。什么碰碰车？对啊，你带哦。嗯，行。二姐，二姐。哦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多谢。你赛看麦，你赛看麦。我赛看麦。嗯，你赛看麦。哎，这卡在你搞起。你给我教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是快速，你按哪呢？就是开动，这是慢的。啊，这是动。刹车。动，安尼扣来。嘿。啊，卡大的这是啥？这是要关掉的嘿动啊。关掉。嘿，好。关机的动啊。嘿。哎，我没塞过这种车啦。停停停停！我来啊，你是要开？嗯，好啊。哎，豆豆啊，哦，陪伴加油！可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差差一条而已，豆豆啊，豆豆啊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你都没在看路的呢？好了好了，我觉得 OK 了 OK 了。可以啊。我看这么好耍的呢，啊，这咱捌去吼？会使。无啦，捌去爱落来啦。我顶摆去迄落万甲妈的时阵，因毛是在坐，我看因捌去是落来。你看我嘛是会晓的。慢慢啊，慢慢啊。阿伯，我坐起哩，阿你。好啊，你爬起。耶，时间倒转。哇，好哦。你给我看后边有物件无哦？无。叫做林雅君妈妈，你敢有教伊啥物动物？动物哦，敢那无？为啥物？因为我有四个囡仔已经有教啊。这个是我的爸爸，伊叫做柯福明爸爸，伊拢将阮教伊的物件，阮若甲爸爸讲阮想要食啥，爸爸就会将好阮食。啊，我种的这个你爱吃无？来，好吃，就好吃。嗯，对。谢谢。好。今仔种唔是要加车啊吗？嗯。啊，这只管你加会着无？加袂着，我加你指，啊你看。所以你出一支嘴，啊我加呢，对对有。我看这样轻轻啊。对对对。为伊的顶面来加咯。顶管只。嘿。只。加来。加落，安尼就好啊，袂当空入边啊。唔包。啊无咧？过来，把这地头给它搞掉。啊无，伊若两个做啊，若收拢的时阵，伊会两个拢会受伤。两个拢受伤。嘿。哦，加开，因着袂小酷啊。嘿。拢会当加伊。无，你爱看，唔敢才会使加。这是算青的，还是有黄甘黄甘？黄甘黄甘。安怎看？因为伊只有淡薄白个青，白个青。白个青就是黄甘黄甘。嘿。好。嘛，爱有一撮黄。爱掠黄黄了。嗯。真是，我看大粒拢生得同款啊。你爱甲伊安尼，你爱转个角度甲伊看者。是安尼甲说，还是我人说？你人说。安尼哦。你哪？我安尼哦。安尼。不是你安尼，你安尼。
安尼甲伊洗。啊，无你若甲伊洗，安尼洗，伊就会家己落来。哦，像这就是黄甘无？嘿，啊无你若加落来是还袂好个，还袂熟个，你就 barbecue 了。barbecue 有还袂熟会 barbecue 啊？好，安尼我是看好清楚较加。这是算青，这是青，嗯，啊青食起是啥物味？敢会甜？袂甜，就是会青。会青，我较介意食青呢。哈，你食？我食看卖啊。试试个，敢会再食？试试个啊。嘿，我无喷农药，但是会有迄垃圾。好食吗？不错。还涩涩的。我感觉袂，哎，料啊，伊个皮有料涩涩，啊，伊个甜是迄种清甜，袂非常个甜，即大概是一分甜。好食吼！你当食几粒？一天我一天差不多会使食十粒。十粒？嗯。一天食十粒？嗯。啊，恁兜种食个敢会有你食？会有啊。你哪有这么多？因为很多。啊，就是说，这青会切，啊，那黄甘黄甘的呢？也是会切，啊，会甜。黄甘黄甘会较甜。嘿，啊，袂皮袂涩涩。我来试看麦啊，你也敢有？这上大粒吧？你也是青，也是黄甘黄甘的？黄甘。这是算黄甘黄甘的？嗯。食看麦，我嘛食看麦。你先食看麦啊。你有加落无啦？嘛是小小呢，哎，你吃？你吃啦！哈哈哈！我吃啊。嗯。啊，你咬的，唔咬我，人足多。我食种我爱食糖的，够水。伊是当然有水的啊，因为爆浆的。嘿啊，伊食拢要钻出来啊！内底规拢水，你看看，规拢是水。这是全糖的。嗯。好食。你食着好食的物件袂臭不？我带着妈妈买。有啥物？唔爱做工课，你咧食，逐天食。我哪有逐天拢爱食？咱是，咱小休息一下。这个是我的二姐姐，这个是我的三姐姐。二姐姐叫做柯廷佑，姐姐。这个是阮三姐姐，伊叫做柯以萱姐姐。二姐姐的个性比我就好，三姐姐的个性嘛是，因大概伫咧学校，若是有摕到啥物好食的，拢会摕转来互我食。你大学啊？伊大学？我已经大学，已经出社会，伊就拍袂着我啊！安尼你唔着伊，你无要回来？嘿？嘿啊！你无要回来？嘿啊！等伊出去的时候，我才会回来。哦，所以恁两个袂伫同一个所在出现就对。嘿。啊，恁两个感情无好啊？有啥好，有啥歹？啊，你平常时敢会甲姐姐讲 BB？ 伊就坐 BB 嘞。嘿。我敢来甲我的三姐讲，因为三姐会帮我保密。啊，二姐嘞？二姐有啥等不及了就讲出去啊？骗人！等于就都三姐先讲。切！你交男朋友那个是我讲的。没有，没有。你讲的。你有搞过男朋友啊？嘘！啊！自己在讲。我跟你讲，你来死开始，你来跳一步。不要生气。对。
安尼唔通生气。啊！老板啊！柯小兰，讲这就是你的 B B 机的吗？我不知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那礼拜我感觉有淡薄啊，我规个人拢无都存落顶嘞，卡条的呢。好啦，这个人也是你的秘密基地，你家己一个人在这舒适。一边想，一边想，拢在在创。偷吃物件。偷吃物件，你有啥物好看的？爱避开偷吃。你吃啥？糖果偷吃。糖啊。爱袂当在外口吃吗？然后妈妈呢？阿妈拜托你吃糖啊。哎，怎么避开啊？避开这卡好吃呀。嗯。这个有起亮的可以吗？可以啦。刚才我这一点点的没晒你啊。你感觉讲，咱的粥啊好吃吗？好吃。就好吃吗？爸爸种的上好吃。嗯。啊，是因为你在甲爸爸讲，所以你感觉上好吃。无。搁订这个红色纸箱好啊。嗯。哎，柯小亮。嗯。你感觉对一个是你。上古锥的这个。上古锥的这个。我感觉这个比较古锥呢，这个比较古锥，因为二姐拢会保护我，这个是三姐，这个是三姐，嘿，啊，这个是二姐，这个是大姐，这个是大姐，嘿，你敢不知二姐迄阵足疼三姐呢？是因为你出来了哇，必疼你呢？耶！啊，你感觉恁家对者我拢疼？拢疼。安尼是？嗯，因为阮拢想要食三时阵，你拢会。健康食，哦，安尼，袂偏心，哦，安尼是啊，嘿，哦，好啊，安尼我种较有价值啦，嗯。徐子江的台语课，俊杰哥哥，你过来，安尼，我甲你讲哦，嘿，这是蛇啊，哦，这就是蛇哦，这大了，安尼要讲一件，这是蛇啊。有黄黄的，叫做黄甘甘，代表伊小啊，会使放落来食。哦，会使食会知安尼，你遐黄黄吼。嘿。啊，那这黄的就叫做黄甘黄甘。你敢知影啥物蛇仔上健康？大粒的蛇仔。不是。甜的蛇仔。不是。细粒的蛇仔。不是。有起灵的蛇啊，有起灵，都有起灵，有一瞬一瞬。哦，即个一瞬一瞬就是起灵的蛇啊。嘿，啊，那个再讲一个，那一瞬一瞬是啥？起灵。啊，这是竹啊。啊，这两只细粒啦。是精华。哦，是精华。嘿，蛇的精华哟。嘿。啊，伊感觉变大粒。袂，因为伊长不大。哦，伊袂大汉啊。哦，所以这种较细粒的蛇啊，咱叫做竹啊。安尼，恁拢会晓呗？嗯，好食。对粉团。好，来，会使开始用啊。关节嘞吼，伊伫外口拢无啥物件通阿食，伊贵宾，贵宾，麸质的物件，麸质的奶蛋，蛋奶拢袂当食。嗯，伊细汉的时，看二姐咧啉牛奶，趴伫二姐的嘴边，甲偷输。啊，结果嘞，无十五分钟面就肿起来，哇，这样低头安尼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，爸爸你做这拢是为着你四个查某囝哦。嗯，是的。啊，对阮就好。爸爸坐的早光，爸爸的爱。嘿，我靠的早光，无爸爸的爱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哪有一天出去外口读大学啦？无伫厝的，你敢会怀念？
A， 安尼啊，怀良要安怎？外外食，走顿。哈？走顿来食。走顿来食，啊，若做远的呢？像你伫台北的。开个视讯啊。开视讯，啊，毋着看人食尔。高小亮，嗯，啊，小亮，你今晚要行会啊？因为阮等下要洗身躯的时阵，会用着烧水。阮人足侪，但是洗伤侪烧水，后一个人就袂使用烧水洗。伊就无烧水洗啊？用水洗。啊，恁逐工伫遐烧水，恁也无想讲要换规间换电的就好啊，就免遮搞工。因为咧蒸话时阵，拄啊好会蒸着迄木头啊，啊，就是顺刷会使。哦，甲小小的啦。嘿，安尼你们着轮流来遮顾啊。有时仔着看谁有闲就来顾。就是像安尼起开啊，啊着甲等落。嗯。搁起一个纸板，因为无火。我搁起一个纸板。嗯。安尼扛会落来。等。你坐等。哇。哎呀，行。来去饲鹅，行。嗯，伊啊。嘿。去用来饲鹅。Hello， 阿伯。你也是去要创啊？等下要讲狗啊。有啥要讲狗啊？啊，因为街上有狗啊。你是会惊狗啊？伊啊。嘿啊，我足惊狗啊，你唔知？足惊狗，恁兜搁饲狗，你搁会惊狗啊？阮兜狗啊，袂咬啦。这先放你个垃圾啊！等，我来摕出来。等我。你所有物件拢要有我垃圾啊钱？阿伯。阿伯，嗨，嗨，你好，嗨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有啦，有一只在甲伊报的，我刚刚看到他，哎，狗就恐怖啊，你唔敢干嘛？伊在打哈欠时，啊，伊的嘴是安尼，规个就规个阿甲，敢若想要甲夹落去共款。看起来就是袂咬人，但是因就怕。你小咬过吼？无，阮姐姐好咬过。对，三大姐还二姐？三姐。嗯。可能伊生了伤水啊，狗较想要甲咬。天无遐尼好康的代志。哎呀，上冲是公平，即间是阿伯。林浩，阿伯，林浩，伊讲伊常常来遮佚佗啦。我有陪阿公来。有啦，伊都带伊公常来遮的啦。真乖啦。啊，你像大家拢熟识伊啊。有啊。可娶的小姑娘。好，安尼我们先来去两个啊。好。拜拜。呀。啊，遮真正大家拢捌你哦。嘿啊。啊，你敢捌伊？捌。大家拢捌。嗯。真买诶！买！啊娘，我错一条。好。另外一边，不是啦，这是买，你甲弄啊透开啦。啊，可是你刚才我看到有鹅呢，恁到底想要搁饲鹅？因为伫咧内底时阵会使粘草，因为爸爸迄时阵拢无爱除草药啊。哦，所以饲鹅来食草。嘿。啊，即款鹅刚过来放入去内底。无，因为蛇仔咧出来啊，惊会去黏迄蛇仔，就是像钓到家的迄蛇仔，拢会互伊黏，因为伊不只在生产。假个？嘿。伊安尼春秋啊？嘿。啊，你暗敢过来咱春活动？你看到比鹅加长？无大。无大。我大大咧。哇！Oh my！ 等下哦，你就抓它。无啊，伊的翅膀会迄个。放开我！妈妈看，你看，可小亮的台语会当讲到遮认真。哦，因为伊细汉的时阵，拢等于外婆遐带，较大汉我甲伊接转来，差不多三岁的时阵，然后迄时阵伊嘛介绍啊，伊拢会甲阮斗三工，伊想讲爸爸妈妈咧无闲。然后就惊伊个人个刀子啊，迄刀啊，我背着啊。然后伊头毛无绑嘛，伊头毛就怎啊夹入去迄机器内底，然后规撮个
去一天啊，然后阮妈妈听到啊，伊就来甲伊带转去彰化。伊半暝啊，干安尼，偷偷啊眯伫个眠觉皮底安尼。哎，伊就是偷偷啊流目屎，但是伊袂甲阿妈讲，阿妈我咧想妈妈。嗯。所以我就是拢会找一个时间，然后转去甲伊看安尼。转去甲看。嗯。大家拢想要抱我。想要抱你啊？嗯。你真受欢迎啊！我感觉伊到时毋是干阿替家己想尔。嗯。伊个会去想到爸爸妈妈，嗯，对，因为伊了解爸爸妈妈辛苦，大家做足侪代志，啊，就是爱走来走去，搁还共送，对，已经足晏，嘛，踮伫遐做工可能袂使困，足晏，嗯，啊，你敢有想要甲斗三工？想要斗三工的时阵，爸妈会叫阮困，惊阮明仔载爬袂起。我希望因就是平安健康。其实讲天下父母心，大家爸阿母想的到时拢是囡仔会当咧平安健康的。嗯嗯，对。爸爸来，因要表达因对你的感谢，要甲伊揽一下。温暖的抱抱，感谢爸爸妈妈安尼一年365天的付出。这几天跟他们家人相处下来，他们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三个非常爱他们这四个女孩，爸爸的祖祖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这些女孩。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，就是他们家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温暖的家庭。其实我也是在一个很温暖充满爱的家庭出世，爸爸妈妈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囝儿是坐咧打拼，啊，无求回报，只要阮好好啊，安尼平安健康大汉就好。其实我家己对情感的表达嘛是非常的青分的，我无啥会晓讲，就是对亲人讲这心内话啦。爱安那才有法度将爱讲出嘴，将爱表达出来，表达出我对我爸阿母的感谢，这是我毋忘我家己。以后爱做着的代志。酱可以。酱。哦，超水。哎，好好拍。阿兰。你怎么拍戏？都是啊。下。老师来看我，我用我的。啊，你来去去上一个日本的。什么日本？第八届啊。我不是还谁要我？所以，喂，孙悟空啊！哦，嗯，别，早上班了。